就是巴黎协定来说呢，中美的第一个联合声明，解决了利马会的问题，为巴黎协定奠定了基础。第二个联合声明实际上就解决了巴黎协定里的所涉及到的问题，几乎是都在我们第二个联合声明里都找到了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做了欧盟，做了这个基础四国，就是印度、巴西、南非的工作，最后呢，大家都形成了共识，这巴黎协定最后就产生了达成了。达成之后，中美发了第三个联合声明，签署了一下子就有160多个国家都签署了，这就离达成就是很还有很有引领性，生效就有作用了。我参加了13次、14次了，这个缔约国大会都是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，没有一次会不脱会的。每次会到最后脱堂的时候，联合国秘书长、大会主席还有公约的执秘都找中国代表团，能不能你们给出个主意，看看怎么办？因为什么呢？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开放的，和所有的国家我们都有非常畅通的对话的这个交流的机制，要把各方的最极端的意见去做极端意见的工作，让大家往中间靠。这个这样的话呢，实际上就是中庸之道，就找到最大的公约数，这就是中国的文化。